我愿意不拴。你狗不拴，我愿意不拴。你凭什么不愿意拴？你是公民吗？你是公民吗？你是公民吗？你养狗你不拴狗，你好意思？我是不是公民用？当然我要管了，我是公民。你在这个院里面这么多人，你不拴狗，你的狗乱跑。我愿意不拴，你管着吗？你凭什么不拴？我就不愿意拴。你啊，来来，哎，你可以找人养狗，你不拴狗。你不拍视频，你可以找人来质疑我呀。来来，你自己养狗，你不拴狗，你还有道理了？这么多孩子，招你惹你了？不是，这狗招你惹你了？这么多孩子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可惜啊，你自己你负了责任了吗？什么人都有。你是公民吗？没办法。你是公民吗？你看人家以什么态度？来，你站住，你站住。我用不着给你站住。你当然要站。你算了几年？你凭什么不拴狗粮？刚才你骂人的时候不是？你凭什么不拴狗粮？不是你骂人的时候了？你是骂混蛋，也骂滚蛋的。我是什么？你们俩就是狗男女。你们狗满院的咬人，满院的扑人。咬谁了？扑人。咬人。你没有扑人吗？扑你了吗？扑上了吗？当然扑了。你为什么没扑着？没扑着就不是吗？你还等着咬着啊？你还等着咬着啊？你说我们是多管闲事吗？非得把狗咬，你能负得了责吗？为什么说咬了他负责？你能负得了责吗？你能负得了责吗？你养狗不了，疫苗都是假的，你能负得了责吗？拴狗不要是你的责任，你懂不懂？你不要走，俩可你要不要看了？你就不要走，你别走，心里有障碍，心理障碍纯属于。那狗你都不了，连个这小小狗都不了，你听见？过来摸摸呢？你说你们两个人，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接着说。有病，有别人拦不住。